学请上台，11、12号同学请就预备位置。平话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十号，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便利商店。人讲台湾有三项多，便利多，学堂仔多，便利商店多。讲到便利商店，不管是繁华的大都市，也是偏僻的庄脚，拢看到。阮家无偌远就有一间便利商店，有那有各种的生活用品、佚佗物啊，也阁有卖正当加点心。无论是要纳水钱、电钱、纳罚单、税金，甚至会当买车票、电影票、演唱会门票，真正佳在里面。三不五时，我会去纳便当钱，嘛会买我好食物啊。尤其是热天的冰淇淋、酥酪冰，迄种冰冰凉凉的滋味，予人食着心凉鼻透开，偌好你敢知？去年有一摆下课，我甲小弟放学返去，试几部电铃拢无人来开。奇怪，平常时阿母拢会伫咧，今仔日是走去倒位？但预报无，小弟讲卡松，我着带去附近便利商店的椅仔坐。虽然甲小弟安爸讲，阿母等下就转来啊，不过我心肝内一直烦恼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过半点外钟，总算看阿母转来啊。原来伊去车头接下港来的阿母，哪会知影火车煞慢分？阿母讲，伊嘛足紧张，足烦恼滚的。好佳哉，有便利商店通让阮跳困。伫学校，老师有教阮，上下课若拄着歹人，也是发生紧急的代志，拢会当去便利商店请因斗三工。阁有政府惊未成年的弱势者，三顿会枵着，安排因会当去便利商店。解决三顿的问题，真感谢便利商店的配合和爱心，因这工是咱上方便、上赞的